为了提升新生障碍者就业能力，八里疗养院接受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补助，开办为期六个月新生障碍者职业训练复合式的烘焙班。结束了后，也提供辅导课程教，协助新生障碍朋友顺利就业。由八里疗养院院长亲自为学员穿围裙，希望因会使好好学习。106年新生障碍者职业训练复合式烘焙班，伫正前正式开班。我们也祝福我们的12位今天的学员，他们都可以跟学长学姐一样，可以很顺利的在这个6个月的时间突破重重的辛苦困难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可以达到这个就业的市场。他们可能会是个案，那我们会尽量配合，让他们能够在 这方面的话，我们还有辅导员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，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大家长的地方，有很多的资源，所以任何困难的话，我们都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协助。烘焙班学员完成6个月职业训练课程了后，阁会接受辅导，参加烘焙丙级技术士证照课程，以及辅导就业，让因会使成功找到头路。可以来参加这个烘焙职训，可以让我自己有一技之长，让我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工作赚钱，这样子我也很开心这样。这几年来，在八里疗养院训练的学员，取得证照率平均是90%，其中有4年是100%，而且有50%以上会使顺利就业，成绩相当袂歹。记者新庄林金如八里采访报道。